伊本来他是要主持总会长，各位长官，各位安尼客家乡亲，客家族，客家好。啊，迄状元吼，桃园总人，啊，你阿伯呢，拄着诶，你南非个客家个乡亲朋友吼，有14、13个来，去那客家乡亲。 用元钱，你各位哦，邀请，你南非个同学们参加，澳洲看到两人，非洲啊，看到一成功哦，什么两白个太平主席啊，总会长看到暗号，安尼太甲，太破了。两个呢，那就来报告一下南非吼，安尼学术联会有乜嘢成立吼？ 讲到1993年吼，啊，差不多9年，啊，伊当初个客家乡亲吼，当年时，伊上过诶，当时吼，当初安尼个台湾个客家人，可以打拼做生意，客家咧做生意好，至少有个电视吼，可以讲到唔是讲人家客家人，咱们客家人，了，个个诶，安尼个生意个客家就做得啦。 差不多经过2年的时间哦，他就想讲，哎，你这一组，哦，开始时呢，说，要开，哦，开啊，什么四连发，哦，打电视，哦，打政府，哟，这个一组人呢，还不能吗？然后我还想讲，搞法，哟，看到我，啊，当作朋友哦，啊，普通时间讲，好，讲好了，你下来人。 诶，参加咧，推动，你客家人，买买客家人，要客家要客家人，要1995年吼，4年咧，诶，就成立个台湾客家艺术，诶，客家客家台湾客家，该地区，哦，当时诶，多元，差不多2万户人，哦，该多元啊，但所以啊，不少咧，诶，客家人，他们地区咧，都南非啊，上个咧非洲啊。 他无客家人，当多客家人出来，他也客家文化传承吼，还有个语言吼，可以用来传承。比如你个黄猪也吼，讲这道，哎，台湾南非个客家语言，哎，你客家去成立吼，马上做会长，二周事情吼，咩讲会长，议员吼，三件，办办当做事情，哎，过年，哦，过年吼。 个生意啊，也不红包哦，嘛，大家都不晓得，都不晓得生意红包吼。啊，安尼个客家美食吼，安尼过年做老板啦，吼，客家做阿个生意，哎，蛮你神奇吼，个过年吼，啊，还有过年的因为迄个，跟南非个，个生意，中标嘛，哎，今个学制系1月份开始吼，哎，你们每年吼，哎，有奖学金来客家乡做，个生意，天一顿。 你啊，1995年到了，差不多要几十年了。俺生意蛮大哦，吼，因为客家乡对，台湾有那个客家乡客家乡，哦，客家乡，伊蛮上好，蛮生意哦，味道蛮那个乡客家乡，去好客家乡嘞。哎，当成只哦，我拿乡客家乡，我搞客家乡做对啦。啊，过年还有个三件吼，哎，五月节。 诶，读中诶，吼，咱伫捌做了伊生态哦，啊，甲五月节，下两岁诶，南非哦，恁客家也是客家，你个地区哦，喷出来哦，当然诶，8000人才能参加哦，哦，甲当然啦，恁客家人去哦，全部甲南非甲所好朋友、朋友，都参加，甲伊去参加，迄个五月节，还有冬，即个中秋节啦，咪属于平哦，啊。 马上做会长，听从我办的活动，迄无办呢，他就会讲，哎，会长无办事情哦，哦，好，哎，应该呢，办个节哦，因为不能办，啊，办个节过后呢，哎，你个重阳节哦，重阳节哦，哎，你个庆祝是，哎，你个客家个长老，哎，个乡亲，差不多70岁哦，哎，你会呢，买包红包，你尊敬哎，你个长老，哎，客家乡亲。 所以，故说呢，等你呢，方主席讲到
都非洲啊，南非较搞片，全部有做。但是呢，人家喊了喊了打拼，继续做下去。啊，多谢阿你，来感谢阿你个啊，客家电视台，阿你客委会，我阿你客家个奖金哦，当作资源，希望大家呢，叫我来打拼哦，要珍惜阿你个资源，要不然呢，同欢喜，多谢你，来音乐制度吼，应该知道，个普遍啦，同欢喜，阿你当作奖金啊，太感恩了。有机会啦，有机会，安尼南非个客家人，安尼来欢迎大家过来，来咱们聊聊啦吼。安尼客家电视台啊，九年吼，比如做三期吼，做客家条吼，甚至大家有看到，介绍南非上台湾风景区嘛，之后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参观了了，因为有大家啊，什么安尼个台北祝福大家呢，有一张。刚好来旅游哈，你刚刚有的聊喽，啊，什么他敢安直接，啊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籍客家人客会的林金田，请大家来欢迎。特别的组长，楼下我的爱黄师傅，然后我的所有的很多人呢，今天来到客家那次。开始。